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。林秋燕外出之后，周志涛和汪远都很担心他。汪远 hiatus 准备溜出去接应林秋燕，被周志涛发现后只好退回来。林秋燕走在空旷的街上，想起自己和张子墨当年交往时的情景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感叹现在已经是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了。林秋燕抬头看到日伪的另外一个官员和女伴一起乘车，抬手就是一枪干掉了他。回到住处，周志涛一直担心地等着他，林秋燕也没有过多地解释。周志涛认为林秋燕不适合挖出刺杀张子墨的任务，提出要换被人来做，但是林秋燕却坚决拒绝。快点，快点。见到了吗？见到什么？张子墨。没有，我只是去选择了一遍逃脱路线。有什么障碍吗？没有。你要么回屋，要么出来。站在门口偷听，你不觉得寒碜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谢了。你可以去选择下一个行动目标了。我在回来的路上，已经替你把陈景坤给处理了。啊？在什么位置处理的？东方巴黎舞厅门口。我路过时，他刚好出来。东方巴黎。东方巴黎。行了，都回去休息吧。是。您找我？现在有空吗？有啊。那就麻烦你开我的车到吉祥花店，把李云小姐接到这儿来。也该让她看看了我工作的环境了。那当然，我现在就去。去吧。这个就是我们各个目标可能出现的地点的地形图。你们都仔细看好了，尤其要利用白天的时间到实地勘察一下。
尤其是逃离路线。是。这是你的新的行动目标，经济局长赵锡刚。还有个事儿，林秋烟跟邵志伟目标互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你不适合执行刺杀张子墨的任务。为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不清楚。执行命令。我跟志伟都已经摸清了各自行动目标的活动规律，你临阵换将，毫无道理。好吧，各自回去准备，今晚动手。是。吃啊！我不饿，你先吃，多吃点。我吃好了。多吃点，我身上钱够。你吃吧，我就喜欢看着你吃东西的样子。真的？是啊。我也喜欢看你吃东西的样子。不许学我说话。那我就不说了呗。谁让你说了？我让你吃。你不吃，我也不吃。哎，这句我可不是学你啊。他叫林秋燕，是我的大学同学，姚聪同志知道我们的关系。那你们？我原本打算带他一起去延安，可是就在临走前夕，他的全家遭到了日本人的残害。我原本以为他已经死了。这么多年，他一定没有放弃过对你的寻找。当他发现你竟然是他的行动目标，是汉奸，所以他才先潜入你的公寓来接你。是的。我能理解你们彼此的心情。你刚才的判断也很有道理。他应该不会轻易对你下手，他应该也在找更好的解决方式。应该是这样。这样，你下班之后我来接你，咱们把饭带上。好，那你自己小心点。你也是。是你的，小块的是我的。服务生，结账。您的账老板已经吩咐给免了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们老板是谁？应该是您的朋友。能见见他吗？不过他刚才好像已经出门了。谢谢，您慢走。
跟丢了是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她已经不是三年前那个小女孩了。也是啊，要不然咱们的兄弟怎么会跟丢了呢？他还会来的。事发突然，我觉得还是当面跟你说清楚比较好。我怎么就没想到，林秋燕就是那个你跟我提过的进步女青年呢？其实我早就应该把她介绍给你，我做梦都没想到她还活着。真是踏破铁鞋呀，这是最好的消息。你知道吗？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打探林秋燕的下落，没想到以这种方式见面。不过，他是军统，对你以后的工作会不会造成不便？我知道，这一点我考虑过，但是我觉得不会有我们想的那么糟。我了解了，他一定会找我为他们工作的。我们也确实需要一个能掌握军统内部情报的人，既然不能阻止他们干涉，打入他们也是个好办法。不过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在想，既然以这种方式可以慢慢的接近他，除了让他协助我们工作之外，更可以慢慢的影响他、改变他、争取他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好的，我马上把这件事情上报给组织，你等我消息。嗯。有事说，姐姐，你带我出去好不好？我都快闷死了。不行，我的好姐姐，我求求你了。听着，在我心里，我早就把你当成了我的亲妹妹。我不希望你有任何闪失。如果我死了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保重好自己就行，你给我好好的活下去。姐，听话，看好唐23，胖子还有瘦。我走了。宋同志，同意你的方案。太好了，来。他现在一定很痛苦。是啊。经历了那么大的变故，我想，他一定变得更坚强了吧。如果当年能带他一起来，该多好。嗨，不说这些了，他能活着，真好。这就是我最大的欣慰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现在都在面对我们共同的敌人而战斗。不管怎么说，你现在还处在极度危险当中，你一定得小心。好的，我会谨慎的。嗯，来。Thank you.
解决了吗？告诉我为什么。我觉得他罪不至死。罪不至死不是你说了算的，你的职责是服从命令。我不想听任何理由。 我只要结果。对不起，惩罚我吧。惩罚你有用吗？惩罚你的任务就能完成了吗？不说了，回去休息。 是不是不舒服？要不要去看医生？不用了，我昨天晚上可能有点没睡好，身体有些疲乏。这是您要的文件，放这吧，我一会儿看。我就在您隔壁，您要是不舒服就通知我，咱们去医院。好，谢谢。 亲自给你做，趁热吃。我不饿。我知道你没完成任务，心情不好。但是人是铁，你是铁，饭是钢，我不吃饭怎么行啊？你不懂。我懂，我懂你的感觉。让我静一静好吗？
下去吧。那面我给你搁这儿了，记得吃。民国27年2月，你跟张子墨是不是去过东方巴黎舞厅门口？你怎么知道？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在哪儿见过。昨天你提起东方巴黎，我忽然想起来，你就是那个放鞭炮的女孩吗？你就是那个刺杀者。咱们聊聊吧。现在我不是你的上司，我们是朋友。我愿意倾听你的故事，替你排除苦恼。只要你相信我。您跟张子墨曾经是恋人吧？是。准确的说，他是我的未婚夫，要不是家里遇难了，我可能已经嫁给他。这些年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他。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再见到他的情形，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会是现在这样。想不到他会是汉奸。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。我的父母已经死了，而我最爱的人又在我的心口狠狠地插了一刀，我恨不得杀了他，可我却下不去手。你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优秀特工，你应该具备坚强的心智。虽然张子墨曾经是你的恋人，但他现在是你的敌人。我相信你会想清楚的。役員の護衛を強化しろ。軍刀の視察がこの程度で終わるわけがない。もう身内が死んだ、知らせなど聞きたくはない。はい。橋本の様子はどうだ？あ、相変わらず特に異常は。そうか、分かった、戻っていい。这是军统在实施报复性的刺杀行动，昨晚已经有3名新政府的要员遇刺。我这是奉木斋先生的命令，派人来保护子墨军和井上军的安全。木斋先生担心你们可能会成为军统下一步的目标。嗨，我只是个无名之辈，军统能看得上我吗？还是小心为妙。谢谢。那好，你先忙，我还要去井上军那边打个招呼。好。お前らは全副業長の護衛を徹底しろ。はい。告辞。
本人已经加强了对张子墨的保护，现在再想刺杀他已经很难了。我会完成任务的。你还坚持要自己完成吗？是的，我必须迈过这个坎。你的想法我很赞赏，但是如果再失手，你想过后果吗？我明白，军法无情。其实你可以再好好想一想，没必要跟自己较劲。谢谢。我明白你的好意。好吧，那你计划好了告诉我。是。今天晚上行动吗？再等等吧，我还没计划好。行，你想好的时候通知我。谢谢。紧急的事情，我需要见你的话，我会在我公寓的窗户上挂一个竹帘绳，这是我们俩的日记暗号。是。张副行长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得跟您请个假，早走一会儿。出什么事儿了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没什么大事儿，我就是有点不舒服，想去看看医生。那要不要我让他们送你？不用了，可能是因为昨天着凉了，去看看医生，吃两片药就没事了。行，那你去吧。谢谢您。在的时候，住处外没有人监视。怎么了？坐吧。行动组在上海执行破坏谢美人计划的任务，他们已经在跟踪保护我了。你明天跟一下我，
然后跟踪上他们的人。你要尽快与他们取得联系，他们懂得高级别手势。我明白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要休息了，你们也去休息吧。我们这是在执行命令，不能擅离职守。那好吧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还要跑吗？不跑了，动手吧。穿过后面这个门，你可以从后面的街道安全撤离。你把我引到这了，
就是为了我杀你之后，您全身而退。是。为什么？想打动我，让我放了你。你就那么确定你做的事儿一定是对的？为国除奸有什么不对？我不是汉奸。你加入伪政府，你还不算汉奸？可笑！祖国大片土地沦丧，难道沦丧区的老百姓为了混口饭吃？ 就必须得死吗？这不是我该考虑的。我在执行任务，如果我放过你，还是会有别人来要你的命。 做什么都不对的。安琪吧，我们活着的人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为什么要投靠日本？我没有投靠日本，我在为新政府工作。难道你不希望看到一个新政府，一个稳定的政府，一个有利于人民的政府？扛枪打仗，保卫祖国，是我们男人的职责，不是吗？你在我这儿，永远都死不了。 张方向哪方向跑了？那边。喂，嘿！何？张子墨が襲われた？そうです。護衛の二人が敵の攻撃を受け、やられました。丁さん。 你说的严加保护，我看你的人就是一群废纸，他们都是废物。但是敌人制造了失火的假象，他们是趁着混乱得手的。张子墨は無事なのか？軽傷を負ったようで病院に送られました。 私の代わりに顔を出して当時の状況を聞いてきてくれ。
はい。张副行长，我也是刚知道您的伤没事儿。对了，天一亮你去一趟吉祥花店，我怕他担心我。放心吧，我明白。你的病好些了吗？啊，我已经吃过药了，没事儿，一点小毛病。那就好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慢走。金木先生，金木君，金木君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样，严重吗？没事儿，出不了人命。金木君，坐。好。木斋先生知道你遇刺了，第一时间通知我，赶紧过来看看你。还请青木君替我谢谢木斋先生的关照。都是自己人。对了，刺杀你的是什么人？天太黑，没看清楚。哦，那是男是女都没有看清楚吗？应该是个男的，而且身手很厉害。我们两名特工都被他给打死了。他离你那么近，没有理由看不清楚啊。是，可当时我的眼睛被浓烟给熏了，眼前一片漆黑，我只顾着逃命了。嗯，好，你不要紧张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やはりあの男は怪し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。近くで敵を見ているはずだ。なぜ相手の容姿を一つも上げられないんだ。逃げることに必死だったと話しています。夜でしたし、混乱する中よく見えなかったというのも仕方がないのでは。どうであれ監視は続けろ。はい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我想给他机会，争取他为我们做事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我了解他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或许他有苦衷。他不应该是我们想象中那样的。你太幼稚了，人总是会变的。可他不一样。你怎么就这么自信？一个投奔了日伪、卖国求荣的汉奸，就因为曾经做过你的恋人，你就可以不用命令放过他？我说了，我想争取他弃暗投明。这叫想当然。可我觉得至少该给他一次机会。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我们是军人。我愿意接受处罚，可我只能如实上报，并且安排其他人去执行。穿过后面这个门，你可以从后面的街道安全撤离。
你把我引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我杀你之后能全身而退。你就那么确定，你做的事儿一定是对的？ 这是按你的吩咐，你给楚哥的电文。张子墨的事怎么办？谁来承担责任？希望他的直觉是对的。可这不是闹着玩的。 如果失败，责任我来承担。那好了，去通知林秋燕吧，就说我同意她的想法。是。等等，我亲自去找她。 求你给他一次机会，如果能争取他为我们工作，远比杀了他更有价值。我同意。真的？就按你说的做吧。那如果我不成功呢？我们短期内很难除掉他，而且我们在上海的任务也只能终止。 我已经做好了撤离的打算，你不用有什么负担。只是，如果还有指示的话，那你去杀了他吧。不用紧张，逗你呢。谢谢你信任我。 谢谢你为我承担这么大的风险。风险是每个人都要承担的。如果你懂得，就不用谢我。这是我的责任，也是我必须要承担的。为什么？军人的责任吗？做人的责任吧。因为我的父母。 难道是军统对张子墨不信任，要坚持除掉他？林秋燕不可能杀张子墨，更何况以张子墨现在的身份和所处的位置，军统不可能不知道张子墨对他们的重要性。这件事情一定是另有原因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张子墨的身体状况。哎，查到他在医院了吗？查到了。 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李云，让李云马上去看一下。是。想打动我，让我放了你，被迫出京有什么不对？我不是汉奸。你加入伪政府，你还不算汉奸？我在执行任务，如果我放过你，还是会有别人来要你。 子墨，你的伤怎么样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别担心了，没事儿，放心吧。我怎么能不担心？
你是我的未婚夫，万一……好了好了，谢谢你啊，周助理。客气了，张先生的药换完了吗？马上好。张先生，药换好了。谢谢。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。嗯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说让你见季行事吗？我和老宋同志都很担心你。放心吧，这里头说话不方便，等我好了以后，会向宋先生汇报的。印钞基地至今无法确定。我怀疑已经有大量的假钞流入重庆，要不要请求楚座提供更详细的线索？要是能提供，就不用我们请求了。瞧我这脑子！我需要你联系上顾燕，没问题。告诉他，我需要尽快跟他见面，时间地点都由他来决定。是。啊，还有。我需要他提供张子墨所在的医院名称、地址，还有病房号。是，去吧。不必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要去找张子墨所在的医院吗？是。你这么做，虽然说不上是大海捞针，但是逐一排查也得需要一到两天的时间。我已经准备让小丸子和唐二十三他们协助我完成。我们最近接二连三的行动，敌人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谁都不适合出去。那我就自己去，我有办法应对突发情况。我刚才上楼的时候说什么来着？不必了。关于张子墨所在医院的地址，还有病房号，我会在今天晚一点的时间告诉你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回去准备怎么见到张子墨的计划。谢谢。回去吧。
是说每天两次定时换药吗？是张先生吩咐的，你们可以问他。跟我进来。进来。怎么了？他说您吩咐的，来给您换药。我今天。你昨天吩咐的，你忘了吗？嗨，瞧我这记性。对，我确实吩咐过，你明天出去吧。是。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？你是在拿你的生命开玩笑？你这是在关心我？那你出来干嘛？又要杀我吗？杀你？如果真要杀你，走在大街上你就死了。那你说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要你加入我，为国家为民族效力。我需要考虑考虑。我没有时间给你考虑，要么现在答应，要么我们一起死。我要答案。三二。行了吧，你可快点走吧，好吧。我希望看到以前那个言行一致的张子墨，我会再来找你的。哎，你别来找我了，这儿太危险了。你把你联系方式告诉我，以后我去找你。联系方式只有一个，就是我来找你。危险的事情我来做，你还是好好活着吧。最近除了他的未婚妻之外，只有青木先生经常去找他，暂时没有发现其他人跟他接触。那他的办公室查了吗？有没有什么发现？查过，一切正常。这说明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，要么就是他隐藏得很深。即便是他有问题，也不会把证据留在办公室里啊。好你个小子，能说的都给你说了。那么他的未婚妻你熟悉吗？不熟悉，见过几次面，看上去很贤惠的样子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。应该不应该从你的嘴里说出来？这个张子墨虽然只是经济局的副局长，可此人深得新政府的赏识，所以你一定要行事谨慎。如果被他看穿了身份，我就很难收场了。属下明白。你明白个屁！要不是日本人，我才懒得去碰这个烫手的山芋呢。您早说啊，要不然我找个机会撤了吧。糊涂！你撤了，我怎么向日本人交代啊？属下愚钝。记住，一定要给我把握好分寸，别抓不着狐狸惹身骚。明白。您就放心吧。
张子墨同意为我们工作了，非常好。下面请他尽快帮我们找到假钞印刷基地的线索，还有假钞运出东楚银行的时间。是。